好，下面要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Adesso è il momento della coppia rappresentante la Gran Bretagna. The last couple in this group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, Christina Chidwood, Mark Hanratty.女选手在改练冰舞之前，原来是双人滑选手，那么她的搭档是她的哥哥。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个子越来越高，所以就不太适合滑双人了。她现在的身高是1.73米。这对选手的生日都是在这一次的世锦赛期间度过的，他们的生日两个人是同月同日生人，3月21号过生日。在过往几年的英国全国锦标赛当中，他们都是全国的冰舞第三、第四名获得者。这次的世锦赛冰舞项目呢，除了他们以外，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科尔姐弟。华尔兹很不好跳，比如说在这个第二段，也是第二和第五段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第20步到第31步当中呢，比如说像这个女伴的三字转体不清晰，这都是比较容易犯，同时也是较大错误的几个点。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在做27步的时候，女伴捻转步是不是能够做到充分的一周，
或者说在做这个的动作的时候不能有制动或者是刮冰的现象，捻转步不清晰啊，节奏不正确啊，都是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比较大的失误。The scores please for Christina Chidwood Malcambretti from Great Britain. Il punteggio del Golden Valls, prego. La coppia rappresentante la Gran Bretagna totalizza. 计时分13.2，节目内容分11.48，这一套规定五花抽了24.70分，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规定五历史最高分。现在已经比完了13队选手，他们排在第10。好，现在。